高兴庆松大哥今天下午来到我们白特斯堡，然后就想访问一下你，就说你是因为什么情况之下来到我们白特斯堡做这个健康方案？我是之前有三高，还有前列腺，开了药就给服用，大概七八个月了。就在一次动手术的时候住院，然后发现到我的血液变成很正常，所以必须要割胆。我听过说你说胆结石，当时你的胆结石是很大，当你吃我们的中药的时候，就胆结石全部缩小了，这样的情况吗？对，是的。然后我经过在住院验血。抽血，然后才发觉我的那个血液都很正常，所以就不用吃那些西药。因为正常情况之下是很少人说会把西药拿掉，是医生直接说你不需要吃了。对，因为我的血液啊、血压啊、胆固醇都正常，注意饮食方面的。也谢谢你今天的莅临来帮我们分享你的经历。来赫斯堡健康管理控股集团。